Hello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伯克，今天来介绍是假面骑士卡恰多系列的升级配件 S 救急圣刃，没错，它的剧场版还是这样叫的。它这把刀的话真的是非常酷，可是唯一缺点是说它这里比较短，可是没关系，之后它会加长。它在剧中它是有把它变长，可是真像这样。我们首先来开机一下，这玩意怎么开？弹开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搬开键。好，我们去开机了。合并。整体外观来说非常酷，斩击声非常好听，还有附张卡牌 S 暴龙、S UFO， 还有 ES 的十级凯米合体。对，是这样。我们首先按照惯例来讲，剧中是 UFO 时出现，我们来看一下反应如何。这个待机一下也真不错。U4S S 啦，应该这样。暴龙。本就这样。凯米大杂烩。啊，马奇亚多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接着三张的稀有凯米都好，我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机能，把这个按下去，再把反正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它是给我这样，然后经过这样摸的话，它是这个搬开，这个打开，然后就把这个下去之后，就可以跟我们的卡恰多腰带联动，先暂时，对。Party time！ 按照管理先无否。他说的是不思议的力量，黑信。插上去之后，整个音效就变了，就变成 S 圣刃的声音，然后接着听必杀技。闪亮狂热，这句话讲得漂亮。我刚是不是用太快啊？然后弹开必杀技。就是这个声音。S 暴龙，古代的力量，声音还不错。必杀技。也是一样，这张这全部的话就是要讲究全部的凯米都合体了。Star Machado， 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不过大家看剧场版之后就应该知道什么意思。必杀技。
不错，以上这个就是救急升级的部分。好，我是博客，如果这片太短的话，应该是我在赶时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